在美国的超市啊，豆腐非常多，它的发音呢和咱们差不多啊，就是豆腐。拼音呢就是 TOFU 啊，豆腐，豆腐啊。它这儿的豆腐呢都是密封盒里面包装好，就像这样啊，都放在这个冷藏柜里面销售。它是不能够在常温下销售的，它必须要在冷柜里面销售啊，就像大家看到的这样。